quando disse tutto piacere già. Thank you.
最近过得怎么样？但下次真的就是就坐大家家，对，毕竟平常还是要上课。对，尤其大家家里，你的生活跟课业都是在同一个地方，所以你不是去换一个环境，都是在同一个环境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觉得好像。做什么事都不太对，对，像有时候我都觉得，像应该要来读书，但是又没有那个动力去读书，就是自己慢慢习惯在家里有点放松的心态了，所以整个我呈现的状态就是非常疲惫，什么东西都不想动，就像躺着的状态，所以。上礼拜我只运动了一两次吧，就是整个就是颠倒过来。但至于这礼拜呢，我到现在都还没运动，所以呢，我就告诉你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因为我相信这个疫情不会这么快的结束，所以还是要找方法让自己可以。持续的坚持下去的一个生活，健康的生活模式，对啊，因为就是我能做的有限，我不能，但是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好像无能为力耶，就是对于这整个疫情，好像就是，但是我们这是最底层的人，就是不会不能。用一些能力去掌控一切，嗯，好吧，我现在有点 off topic， 真的，今天这个 vlog 就是主要想要让自己就是可以注入一个新的活力吧，就是那种重新来过，然后让自己有一种。嗯，可以重新开始的感觉。然后最近对台风快来了，所以又下雨了。希望就是台湾可以好起来，然后水库可以进多一点水。对。这些太多的布丁，对，然后外面很长一下，我们要把这个加牛奶，已经剪了快一整天的片，但还没剪完。Thank you.
什么就是。现在是时间大概是4点多，快5点。前一整天都在剪片，然后运动，晚上应该，对，我刚才也发布了一支影片，然后晚上再读点书，洗澡。